平和电视台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雪莹，我是主持人王悦。在平和学校十六周年之际，平和PTV电视台时隔四年半重新开播。下面有请平和电视台总监王一浩同学致辞。各位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中部高一一班的王云浩。作为平和电视台的现任总监，我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向大家宣布 ，PTV 于上月底完成了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变革。这次变革离不开不懈支持平和电视台的学校领导。 为 PTV 付出无尽心血的老师们、同学们，在此我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平和电视台始创于2006年，至今已伴随一届又一届的同学走过了6年时光。6年来，平和电视台作为平和学校最具影响力的广播频道，在老师和同学的心目中拥有权威和值得信赖的形象。本次改版对于整个 PTV 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更多的互动增强了新闻的表现力。 多媒体手段的运用，丰富了新闻的层次。平和电视台将以全新的面貌、大容量的信息，全面展示身边发生的新闻，传播平和的校园文化，让大家更好地来了解自己学习、生活的校园与社区。目前 ，PTV 已经开设平和新闻与平和讲坛两个栏目，校园电影、平和访谈以及 3D 立体节目等，也已进入了筹备实施阶段。由于目前的 PTV 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我也期待着。 有更多有才华、有能力、有思想、敢于创新、乐于进取的同学来加入，一起努力把平和电视台办得更好。谢谢大家！本期的平和新闻节目马上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本期新闻简讯内容有：致公碑语文教学竞赛、3年级10岁生日活动、德国中学生来我校进行交流活动、美国交流生在平和、高中部 Visual Arts 发展。下面请听新闻简讯。繁花落尽见真纯，致公碑本色语文专题研讨会于4月20日在我校展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名教师参加了本次比赛，其中我校孙秀东老师摘得本次大赛的重量级奖项特等奖，小学部张小军老师获得一等奖，高中部郁佳镇老师获得二等奖。4月28日下午，我校小学部全体3年级学生举行了“最美未来10岁生日联合主题会。 一起欢度了10岁生日，同时学生们也为自己奉上了各式各样的表演活动，拉丁舞、跆拳道、话剧、服装秀等，以及一曲手语表演，感恩的心，表达了他们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谢。4月中旬，来自德国高中的交流生在我校组织了一次游学活动，受到我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他们参与了课堂教学，与我校学生互动，为课堂增添了几分乐趣。除此之外，来自德国的朋友们还与学生代表共度周末，感受了上海风光。临别之时，该校校长进行了一番讲话，并表达了对平和学校的称赞之情。4月下旬，校长任国芳女士与高中部主任黄雪峰老师。 亲切接待了来自美国Scarsdale高中的交流生。期间，他们与负责接待的学生对于校服着装问题进行了一次辩论，展现了属于美国高中生学生的风采。在为期2周的交流活动结束之际，任校长及我校学生代表向他们赠予了精心准备的贺卡与纪念品。VA 展，全称世界艺术展览。 是由高中部 Ryan 老师搭建的展示高中部同学艺术作品的舞台。
本次 VA 展开设在主教楼内，主要展出高三同学的作品。校长任国芳女士出席了本次展会，并对展会给予了好评。本次 VA 展的成功展开，代表着对于学生学习成果的一种肯定。4月15日，第11届新百伦杯金桥碧云国际社区长跑比赛圆满落幕。我校作为本次比赛的起点与终点，迎接了超过3000人来自各公司白领和外籍社区居民组成的参赛人员，由我校高中部志愿者社团组织，许多初中部同学首次参与了本次志愿者活动。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现场报道。今天平和特别热闹，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今天是碧云社区第11届长跑比赛开幕了。今天操场上新东方的 People Sing， 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小孩，有老人。要不是那我还不知道操场可以容纳这么多的人。然后马上就要开始了，祝各位选手跑得安全，跑得健康，跑得开心。TTV 记者赖瑞报道。志愿者的组织人，我要请我讲一下志愿者这次的行程。志愿者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超管所的地方和问题，第二部分是在外面，有6个手段都选择班神给运动员送的。那我要请问一下这次志愿者的待遇怎么样？我解释一下什么待遇。就是说算多少时间的？就是工作时间7点半到12点半。那么怪不得说志愿者来现场工作。这次志愿者已经准备的怎么样了？工作人员都到位了？我接下来我们到外面的水站去看一下。现在是8点30分。现在连一个参赛选手都没有。预计在一个小时之后会有第一名参赛选手经过这里。TTV 记者陈杰报道。下面我宣布，2012金桥碧云国际社区第11届主题长跑活动开始。本届比赛依然保持了8公里竞技赛和2.4公里趣味跑的项目传统。8公里竞技赛吸引了较多外籍人士，竞争相当激烈。而2.4公里趣味跑依旧是幸福快乐家庭和许多公司白领的保留项目。My legs are finished, so I have to go sit down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now. So, wish you a happy day. Oh,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你的一些想法和探索出来的内容，与一记者临时报道。考虑到以体育馆作为展馆过于庞大，国际部的同学们在馆内设计了 U 字形布局，为前来参观的同学提供了方便。活动当天，国际部的这些小科学家们站在自己的展台旁，当有参观者经过时，他们会用双语向他们介绍自己所研究的项目。这一活动彰显了国际部同学对探究新知识的热情和勇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这里是平和春季校运会的现场，现在正在举行一个比赛项目作为热身。这次春季校运会包括田赛和竞赛两个部分，竞赛包括100米、200米、女子800米、男子1000米和4x200米往返接力跑，田赛包括跳远、跳高、往返运球上篮和一分钟三分球投篮等。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激烈。预祝这次比赛圆满举办。PTV 记者郑吉阳报道。正如您所看到的，这届运动会顺利的召开了。请问您对这届运动会顺利召开有什么看法？我作为一个体育老师来说，定期人造运动会让大家全体同学共同去参与，我觉得是应该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目前看这些项目的竞技性有点降低，对同学们的激励作用应该是降低的。因为如果老的平和同学应该知道，平和以前有阳光伙伴，有铁人三项，是吧？那么应该说这对于同学的意志的磨练更强大。那么我希望我们今后我们体育组老师能够勇于突破，设计更好的项目，让同学们去享受运动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初中部的老师配合默契，并且都进行了有效的赛前热身和演练，在正式比赛中远超其他学生小组，屡次夺得第一。相比之下，高中部老师的战斗力则较为薄弱，甚至出现了一定的伤亡情况。最令人揪心的项目是4×200米接力，各班最精锐的力量聚集在场上互相竞技，场下则是震耳欲聋的助威声。好，马上就是二百米决赛了。现在我们来采访一下高中部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同学马书天同学。请问你对本届运动会的评价是怎样的？这届运动会进行得非常顺利，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的同学拿到了冠军的地位，然后同时也有一些虽然没有拿到冠军，但是也得到了第二、第三这样的好成绩。然后呢，我预祝很多同学都能打破以前的过往的记录。我特别预祝1000米中那几位比较厉害的牛逼的非常好的同学们可以打破迄今为止在平和1000米的那个记录啊，就是这个样子。还有，那你在跑100米前的感觉什么样的？平常我们都看到你认真读书的身影，现在我们马上就看到你在运动场上矫健的身姿了。好，那么跑200米感觉你紧张吗？我其实说紧张吗也不是那么紧张，但是说不紧张吗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其实我现在情况是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然后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你对下一届运动会有什么展望吗？我希望下一届运动会能有更多的同学们能参与，不会在教室里面去打游戏然后认真学习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多多参与，就是这个样子。谢谢马书天同学提供的信息啊，皮革电视台李阳报道。我们现在来采访的是高中部的学生会会长李浩军。那么李浩军同学，现在我们刚才也是看到您刚刚进行了男子200米的比赛，那么请您对于您在比赛中的表现和其他选手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对我觉得平和找这种运动会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这运动会这种东西是提升我们每个人的运动这种素质，还有我们平和的一种，就是一种核心的一个运动精神。最重要的是，比如说像我在跑100米的时候，我虽然在跑完100米，然后再跑200米，感觉很累，但是我跑200米到中间的时候已经是没有力气了。但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有这种平和给我的这种力量，还有大家加我的声音，使得我坚持到了最后。所以我觉得这种力量是值得最重要追求的。然后还有，我觉得我们高中部是一代比一代强，就是我已经跑不过有一些高一的 CTC 了，说明我们高中部是一代比一代有力量。我觉得其他的一些选手已经有比我努力很多了。感谢李浩军同学的心得和您的一些祝福，谢谢。近日，来自高一班的张帅同学带领他的商业小组在高中部教学楼内举办了一场义卖会，为远在云南的贫困学生募义捐款。下面请听我台记者现场报道。大家好，我是平和高中部，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义卖的活动，这是一个高度的，这是一个 business plan， 他们可以将那个旧物进行出卖。旧物的来源是由在网上发布的消息同学们自动捐助的，他们会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再以较为增加一点价格进行拍卖，拍卖所得的钱会捐给在团结中最佳的同学。我们希望这次活动可以帮助到一还获得一个新的家。联合记者谢谢报道。
本次义卖的卖品多种多样，有玩偶、桌游、模型等，均为该商务小组的成员自己提供的商品。在他们的爱心感动下，前来参加活动的同学络绎不绝，不少同学都纷纷表示要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拍卖会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最终募得金额1000余元，为木易同学提供了帮助。对此，活动策划人张诗瑞表示很欣慰，并谢谢所有参加活动的同学的好意。随着我们这个义卖活动如火如荼的进行，我们有幸看到了一位购买者，我采访一下王伟同学，你买了很多娃娃，这娃娃准备干嘛呢？送我妹。哎呀，这是一个好哥哥。那么你觉得这些娃娃怎么样？是不是产品质量还过去？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因为你知道这次义卖是为什么？因为爱情。啊，当然不是因为爱情，这其实是为了云南啊一个小朋友叫木易，他家境比较惨，就是为他进行了一次义卖捐款活动。好，那么谢谢王悦。PTV 选一番报道。本期评和 PTV 新闻节目到此进入尾声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